保养护理品牌媒体小铺最近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，传出业绩下滑，没想到却被爆出以类似公文形式发函，要求店面房东免收租金。来看一下上面的内容，它上面写着，因为目前武汉病毒肆虐，严重影响门市经营，也直接影响品牌业绩创造，所以恳请暂缓收取租金，免租一到两个月，共体时间。这封信发给全省的门市房东，传出有部分房东不满，认为媒体小铺没有事先通知和协商。不过媒体小铺也澄清，只发函给全省16家独立门市店面的房东，有80%的房东愿意共体时间，细节有待进一步协商。不过因为疫情影响，多数百货零售或是餐厅生意受到影响，甚至传出收摊的消息，这回保养品牌发函给房东要求免租，也引发争议。